上人草。仁义会其实我们今年呢，我们庆祝仁义会30周年，已经在上人的指导之下哈，全球有仁义会的组织有30几个国家。我们每半年也都会到台东做义诊。那洗牙义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洗牙也是一种修行，因为我们常常会用各种不符合人体工学的知识，在帮助他们看诊或是清洗他们的口腔。对，那其实我也有留意到说，有些牙医师啊，或护理师，或者是志工们，他们其实年纪都稍长，那他们其实要在这么长的时间下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跟帮助，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体能上的一个消耗，所以也更提醒我自己要更精进的努力。那在牙科团队里面，我看到上人常常说的那个和，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不管是管线，然后护理师、牙医师，然后各个都是互相的做好自己的每一个小工作，然后才能触及一个很大的力量。那其实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就是想要努力好好的服务着大家。我们仁义菩萨呢，以往对了苦难人呐、啊，那一分哦是特别的亲切，那护卫的他，爱护的他，轻声细语的跟他这会互动，所以呢，那一群苦难人真正的呢都很期待哦啊，看到了这种常年收容的，到了我们的仁医菩萨呢，去关怀、去爱护着他们。虽然他们无法表达，相信啊，他们内心的那种的被照顾到的舒服感，应该都会有。他们虽然呐、啊，失去了这体态的功能，不过他们心里都是清楚，只是无法表达。所以每一回我看到了这仁医菩萨走进了他的身边，轻声细语的呼唤着，其实他们的眼神都会有表达。总而言之啦，假如我们可以多试呢，时间再短一点，再短一点，一年之间多来一两次，对他们哦，应该都是很有帮助。虽然自己也有医疗系统，但是呢，真正的也都很忙，那他也需要呢有伴。我们在医院其实碰到就是生老病死这些事情，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慢慢知道说，很多的病，很多的这些苦，其实来自于就是心理上想的事情，或是他的欲望太多。好，那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些物质的欲望、心理的欲望把它给放下来，实际上很多事情就是很简单的可以过日子。那弟子很感恩，就是上人创立这个大家庭，让我们有这个平台可以在菩萨道上来继续的造福人群，要增长智慧。参加了一些共疗啊，还有双膝的这个义诊。那这义诊的过程当中，当然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常常去的时候，这些师兄师姐的人数就比这个受去义诊的那个被受访的病人数还要多。大家知道，这些住在义诊区这个共寮啊、双溪的这些菩萨老菩萨，实际上他们经济并没有那么困难，他们缺乏的是爱心关心。他们医疗说实在，每个人都有一大袋药袋在那边，但是真的是缺乏人的去照料，所以让我感受到说，我要也是提醒到我自己说，哎，我要看以后看病真的是你要用心去看。因为每去一次义诊下来，我就觉得我在分不清楚说到底是我在义诊他还是他在义诊我，
因为每次去了又觉得心里就觉得非常的疗愈，感觉到好像是我是给他看，不是他给我看的那种心里的感觉。听到了，就陆陆续续投入仁医会，因为仁医会就会有一个大家互动起来，啊，总是很自然的义诊，就是变成了一种很自然的，只是摆出了时间来，总是都会大家有志一同。所以呢，仁医会啦，仁医菩萨还是要继续招生，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系统，那其实呢，地方的诊所医师们也都可以来呼吁哈，也都可以有志一同啊。其实看到了人间的苦，会更启发爱心。那医师看病人呐，也是要有心。我最近都会一直说，我们要守自奉道，如我自己，我也要守自奉道啊。我守我出家，我要对佛法不断的追求，佛陀的教义要对众生发挥什么样的爱，去面对众生，就是我的志愿。所以我一定呢要守自奉道。医师护士也是一样，祭天医师的志愿，天护理的志愿，已经当医师了，就是守自奉道，就是要修好病人啊。病人的苦总是呢也是医生会疼，有的时候呢，病人来了，我们知道他的病是很痛苦的，病人的苦啦，一痛，医生那唔知呀吼，有的时候迄个口气，病人已经身体病痛，或者是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没有人能理解他，这总是心、身心呐、啊，他们总是有不舒服。所以点了讲吼，老来苦啊，所以那种老来呢，失去了那一份的动力，失去了人的对他的价值观，所以吼、哦、老人呐、啊。有很多的失落感，这些真正时候会有这样的生态，唯有医护能理解他们的身体的病痛，唯有医护能帮助他，而且呢，他看到了医护呢，他的心呢、啊、就好像了安慰，啊，也是心里会。自在一点，最后就是医生对病人，啊，病人对医生，好医师啦，就是病人的缘。所以讲，先生缘呐，主人好，就是这医生呢，跟病人的互动有爱心、有关心，所以病人只要看到医师呢。他的病啦、啊，就好一半。很多的说，啊，我看到这个医生，我都安心嘛、啊。我吃药啊，一定有效的啦。这个是先生缘，主人福哦，就是病人的福啦、啊。所以讲吼、哦，医疗系统对于人类啦、啊，是一大部分的功能。那好医师、好护士，那就是良能，不是只有功能而已，功能是学来的，
尝试用在病人的身上。啊，良能呢，就是良医，好医师，不只是看伊的病痛，有的呢，也知道他家庭的困难，我们就会结合慈善，到他的家去关怀，总是呢，爱的能量啊，想到看到，起于行动呢，才能做到。啊，那不吼，光是看过了，放在心脑里啦，没有行动吼，他们苦还是苦，所以很期待我们去义诊。看到了，有的时候义诊呢，还要帮阿公阿嬷呢穿一挂他们平常需要用的哈，这都是真诚的爱，真正是很感动。